东西先知道你这个东西。哦，是知道了，用钱吧。知道你要等一下。嗯，前面做法没办法回去。嗯，不用。你家的家业还没大。郭老师，大。郭老师，这边有没有？来了来了，57年了，嗯，1967年了，67年到现在，嗯，有装修过是吗？啊，屋顶有人身高这些了啊，啊，这里来，啊。房中呢，你要把门顶到什么花灯有？这里有什么？有采过了？嗯，还有这个门什么的？这个门啊？嗯，你们这里的国会议员是国会啊？那个国门的呢？国会。对对对，回教的回教啊？周议员呢？周议员也是回教。阿弥。啊。这个是我第一次来，因为去年我没有来过。对对对，嗯。然后刚才我们拨款是拨这里多少钱？2万。2万啊！这个是我们州政府一个制度化的拨款啊，因为我们整个州政府只有100万，给华人神庙就是从北部到南部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也就只能给1万到3万这样子。对啊，所以然后这个钱我们也直接过账好的，没有到这边给你收用的。7月5号已经过了。没有人跟你拿18000或者手续费或者中介费的，跟你拿的你去报警啊！真的啊！我们的钱是直接过账的，从来不要讲什么，你开支票给你还要抽18000，18000没有这种文化的啊！就是给你们拿来做这个，我也知道2万块有可能大多数不够来卡过全部，可这个是州政府的一点心意，包括以前政府完全没有帮忙啊！这个是我们要照顾所有的华人宗教场所，不然换政府换了这么。做我们等主席来参加一下模拟生肖，是怎么样？是他来的。来的了，你跟他一起从拔出来的？哎，今天有下雨，所以可以来。这里也是很久没有下雨了。哦，真的，这里也是整两个礼拜啊。全部就是要等下雨的。上个礼拜我去太平跑23间，我换了3件礼服。哦，我们早上8点开始跑的，很热，太平很热，这边一样啊，一样啊，一太平湖都干了，太平湖都干了啊，温水油，哦，但幸福也是干，刚才我们经过那个啊，刚才我们经过那个，闷热自己也是，哦，也是很闷热，我们就去外面了，我们等一下，来，这个也是安在这个庙的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那我们明天再忙。好，我们再深夜。好。
拿出去了，八斤七八两啊，对。有历史的价值哦，是有一个老师不应该拆的，他没有，他之前啊，就是他讲不应该拆，因为他之前呢，很久以前他不忘了70年代，他们申请的时候，这个墓是很好的，跟政府申请，他是建筑了建筑100年的味道。现在你们要做什么？如果是改的话啊，有可能会改那个监控。你没有，你们是要改什么？医生。那边改那个，就这个，是要做什么？这个整个要拆吗？啊，我的，啊，主席啊，来，走，我们有申请要做舞台，这个申请可以不可以递那么快？啊，那申请不到。要多少钱了？这样子做？要改要差不多200多千。200多千啊？因为这个舞台已经太久了。因为这个庙已经有这个帮忙大家就是考虑一点点那个套餐，这是州政府，然后这里是我批准的，所以我会比较我的文件方面就是不需要更新的东西，可是就是需要一些比较完整的申请信啊那种东西啊，我相信你也知道，因为你教过嘛，这是州的，中央的呢名义上是尼科敏在管，可是尼科敏没有在那个 committee 里面，他没有在那个中央非伊斯兰事务部委员会里面。因为安华呢，他是一个，他说不要部长、副部长牵涉任何这种给这些 direct 给 award 的这些东西，因为以前或许以前的部长曾经滥用这些拨款来给朋党，比如说前200千，有可能把他干就杀不了40-50千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没有这种文化，所以呢，很多人会误会讲，哦，艾可文做咗部长，做咩唔批俾我哋？有200千啫嘛，啊，会有5000万。啊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是公务员在里面坐着，然后那些文件方面，他们需要比较严，他们需要地契，需要 architect certify 一大堆啦，啊，说、这个东西是好像他自己安顺国会的选区啦，他自己安顺国会议员嘛，去年我们只能拿过一届嘛，有没有想特别帮助了？全部东西跟着手续走，一定要跟着手续走，为什么呢？万一有一天我们倒台了，啊，现在的反对党做了政府过后，他要秋后算账。他讲，这么你观音庙给拿200千的，你是不是尼科敏的分党？你是不是团结政府的分党？他就查你，如果你文件不齐全啊，做咩蒙啊烂都可以拿嘅，啊，你死了，到时候你神庙也没有了。所以说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齐全文件的原因，啊。然后关于那个 VB 的东西，我相信这个地契的东西哦，没有割烂啊，是一个办法可以解决的。啊，进，你应该去叫那个 DO 啊，去 certify。去讲你们这个真的是宗教场所，去讲
这个是一个只要有 DO 只要有 DO certified 哦 Ruby 那边是 OK 的。我们这个就是 get 起来是吗？有了有了，因为我有处理过一个怡保的 case， 他也不是自己的雅兰蒂的，比你们更糟糕，不是保底都拿到。可以的，我举个了。我这个没有 OK， 不要紧 Many 哦，因为今年大家是贵几了 Many 啊，路难同家差淡薄，只贵三个月款，咱们做好个文件啊，做好势，也 DO 的签名 ，check in， 跟咱物件，免好累啊。是讲到时政府部门跟咱收累啊，你跟我人讲啊，无免收累啊，这种物件。DO 啦 ，DO 啦 ，DO，DO 你好啦。DO 换了。DO 应该会来新的吗？你们不是有一个新的吗？我知道，你们之前那个沙转过来我们 SUK 那边了吗？准备两个月。你们找他 certify 的东西，三月的时候准备好文件，因为中央的拨款通常是四月这样子开，中央的那个飞车支付，你三月准备好，四月他一开你交上去了，我建议你们不要交给其他的 YB， 你们交给周景欢，周景欢是 YB 林科敏的部长政治秘书，你交之前你给 WhatsApp 我，我也叫他帮忙跟进一下。你们不要交错人。没有，我们当然也是这样子，直接来上去，然后 YB。你交给其他的 YB 没有用的。他帮你在后面扫货。因为只有周景欢坐在那个 committee 里面。对。倪可敏也不在那个 committee 里面，所以要找对人。对人。不要，以后不要记。去那个什么吗？我甚至可以吩咐周景欢再来跟大家吃个饭，了解一下可是你们要亲手把东西交给他。不要经过任何人，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个 case 你交错 YB 交错人石沉大海。明明你们的东西是 OK 的，没有，都别再聊啊。直接机器 VB 那边online直接上去还有。你再交一份给周景欢 YB。哦，周景欢，因为那 hands 没有见到，还是部长政治秘书吗？买车的如果 document 没有 complete， 他也是收不到。可是通常这个东西很简单嘛了 ，DO certified 就可以了。如果有 DO certified， DO certified 就可以了。把他的 document 还要 complete 了。你们就是什么样的宗教保留地上宣布如果这些东西有就有了，你们的问题小很多。来，我们移交个模拟支票，我要去人打你。钱收到了啊，主席。来OK， 来，一二三，再来一张。OK。OK。明年我们再找申请，到时候我看我这里可以帮补，你说吧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好保留，这个应该保留，很有历史价值。然后我们要把，没问题，你们做回那个原子原味就好了。那我们可以喊他，有老板，从头到尾都是板。明白。由头到脚。我们就冷淡了噻，来，司令，OK，你们有跟我们吗？没有